Hello， 观众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威森。哇，好久没有拍影片了。那么今天呢，就来玩一些游戏啊。那么这个游戏是，我比较很想去试玩的，可是今天就会终于拿到我的手中，就是这个警察 Roblox， 这个是比较小孩子玩的吧。60个 challenge easy to accept 呢？有60个 easy。我看这里是看这比较很适合啊，用头脑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试玩这个。还有这个，它后面有放一些东西，应该可以，应该是怎样玩呢？我们就来看一下啦。他是好像讲警察抓小偷咯，或者好像讲这个警察要部位是哪里，要放他哪里啊 ？Right，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试玩这个东西 ，Let's go。OK， 各位应该看到是这样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试玩一下。说明书，哇，你大家有没有看到没有？说明书，这说明书好像后面有答案的，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可是是，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怎么写的，先给这样子 ，OK， 它是这样的，你可以看到它是这样的，反正很多东西要做，这个要试挑战一下 ，OK， 那么我今天就要来试一下，我 challenge。试一下一级先的，所以是，我们就玩这个先呢。第一个先 ，alright， 第一个我们就要把它这塞上先。就没有拍影片，然后等一下，OK， 所以我就把这些弄好了，你们可以看到大概全部弄好了。Okay, 所以现在我要来试一下哦。第一个步骤是把这个，这是坏人啊，把它放这样。我有放对吗？OK， 没有事情，我们就来试一下。我们把坏人放在这里，然后差不多，我们把坏人放在这里。哦，它这里有高哦，哇，然后我试一下，就把这个放在这里，这小偷放在这里，然后这个要这边，然后这个是这里啊，各位先这样子先哦，啊，你看不到的可以给你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样先，哎呀，这个警察车像嘛，然后就把这个放在这里。但所以是这样子啊。好了，我们要看第一个哦。OK， 我们就它后面有答案的，可是我自己试一下用通的。OK， 所以我们拿我们警察，我们就排这里，这个就把它放在这里。OK， block 吗 ？OK， 给警察 block 掉。然后这里就给看这个，这里 block 卡，然后这里 block 卡，这里，然后这里是不可以，为什么不可以啊？因为我这里有一个空位啊，所以就是要看有些的先拿出来先，会。应该是这里，这里啊，然后这个警察是，我们好像有一个机车，不可以，因为这里有空位，我们好像要看看这里，这个不可以有空位，就，不可以，所以说。可能不是这个两侧，这两侧肯定是有的。我们看一下前别的方法。
挡着这里啊，想到了，这里可以挡着啊 ，OK， 这里就这样子挡着啊，这里就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这个装不下，你看、啊，如果我装这里，这里就不可以了。所以我们说，这里，然后这里是，也不对，可能这里要这里，然后应该是这样啊。看一下说明书，我要看仔细一点。OK， 所以说明书是看了半个，所以我们是这样，然后这样。OK， 所以是这样啊，就这样啊，就这样，我真想到了。来，我们看我们答案。对了，答案对了。Alright，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，like and subscribe。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